第二十七题，永恩和大安小孩车，一个向东，另一个向西，两个骑得一样快，请问他们两个的速度跟速率有何差异？我们晓得速度是向量，向量相等必须要包含大小相同，方向也相同，而他们两个一个向东，一个向西，方向不一样，所以他们的速度就一定不一样。可是骑得一样快，表示他们的大小是一样的，那么这是速率，因为速率呢只管大小不管方向，所以他们的速率是一样的。所以第二题问我们说，请问他们的速度跟速率有何差异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两人的速度不同，因为方向不同，速率相同，因为他们的快慢大小相同，所以我们第二题答案选 A。